世界纸钞不稀罕，但薄薄七张钞票竟可以换来70万。从那个时候就变卖结婚，你是卖凉粉的吧？对，这样卖几张？徐佳瑞只收集残破的二手娃娃。摆好这一桌。最诡异的还有人收集特殊姓氏，会放在压轴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姓氏要怎么收藏？对啊。他们的收藏令人难以想象，女人好势力周一至周五为你解密。